喜欢 Kakao Friends 的朋友有多个朝圣地啦。济州的 Kakao 总部最近加设了 Kakao Store 和 Cafe， 以往要在济州机场才可以买到的济州限定商品，现在在济州市内都买得到啦。嚟到濟州，梗係要買翻啲濟州先有嘅 product 啦。你睇下 Ryan 幾得意，好得意啊！我知道台入邊全部都係濟州嘅金，仲有呢個 Peach 扮海女啊！咁嗰邊嗰個咧？呢個咪就係扮緊石頭爺爺咯。套杯上面有金桔、放蟹同埋石頭爺爺嘅圖案。隔篱嘅咖啡环境清新又舒服，杯上嘅 Ryan 图案好得意啊！最开心嘅梗系有 Ryan 同埋阿 Peach 陪大家饮嘢啦～